即将嫁为人妻的 Ella 陈嘉桦即将在3月底发行首张个人 EP。今日，她特意以性感造型现身，为 EP 拍摄封面。一贯走中性路线的 Ella 自宣布婚讯以来，风格180度转变。此次拍摄也以黑纱遮面，半裸上阵，风格性感唯美，让 Ella 自己都赞叹效果就像外国大片一样。我在拍我的新 EP，EP 名称叫做《我就是陈嘉桦》，我就是陈嘉桦。没有啦，就只是有一种一种意境，然后让你掀开这个面纱，然后去看清楚我这个人这样子。而为了 Ella 这次的新EP，周杰伦、陶晶莹、蔡康永等多位演艺圈重量级明星也录制 VCR 为坏女孩 Ella 爆料。潘玮柏大胆控诉她攻击自己与周杰伦的敏感部位，陶晶莹更语出惊人地称她与众多偶像剧男主角恋爱。EP 主打歌《坏女孩》也就因为这段 VCR 首次对外透露。